在拍戏的过程中，怎么使这些演员能够回到1942年？我觉得冯导演也做了特别大的努力，而且这些演员也做了特别大的努力。首先来讲的话，目前的演员都怕，外形就不像1942年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就要自己瘦下来嘛。所以的话呢，你能看到在拍摄的时候，这主演都不吃饭，拿得出来才叫怪人，前天吃的都是薯皮。为什么这个戏顺场拍？我觉得这也是第一次经历，就是说顺着场景拍，他就是怕你演员的那种减肥啊，一会儿说你减瘦了，我拍到后边可以，但是我拍前头，你跟前头的那个戏又不接了，所以呢，他希望演员有一个从胖到瘦的整个过程。那么在减肥方面，我觉得我还稍微好，因为我本身就瘦，那么呢，稍减一点脸就可以减下去。最痛苦的好像是国立老师还有徐帆，他们俩因为是怎么减都是身上先瘦，脸瘦下去特别特别难。我自己摸着脸都疼。那个是上午下来的一下。对呀、啊，我呢就是让他们给我打的时候这儿打点，我说靠我死姐。其实作为我本身来说的话，不是那么明显的胖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觉得我特别吃亏的是，我跟张国立两人特别吃亏，吃亏就亏在呢，有点肉全在脸上，所以。你怎么剪他都觉得是胖脸，所以因为脸没有轮廓特别可怜。但是张国立呢说我确实是瘦了，你摸摸张国立逮谁都让人摸他的那个，他说摸他的腰，这腰间这一块排骨接106减到104，现在100斤，但是都没减在脸上。你也跟我一样，来摸摸，你看你摸摸山楂吃吧，这肚子里都没有事还吃山楂嘞？山楂吃点吃点呗，吃点就更饿了，嚼嚼嘴呗，吃不吃？来，一二三，下午茶，开茶，这样喝下午茶，开茶，下午茶，嘿，山楂，拿了，必须吃下午茶。下午茶。而这个戏的最大的突破就是，我觉得我们这一帮演难民的人，每一个人都觉得，最终都会觉得今天的每一场戏，我们饿着肚子，说着台词，然后往前走着，眼睛冒着那个金花，然后那个晕着，把今天的这个通告演完的时候，拦住！我们突然意识到了，我们那个时候已经真正像一个难民一样，我们的唯一的念头就是活下去，别倒下去。我因为经历过，以前经历过一些减肥的过程，所以我觉得减肥怎么减还好一点。但是对于像那种徐帆他们爱吃的这种情况下，对于减肥来说可能就稍微难一些。晚饭之前吃一块或者两块饼干，定个儿。是我平时是一个什么都可以不要，但是不可以亏了我的嘴的人，是太爱吃了。对不起，你吃了这么一坨米饭，吃了两个鸡翅，喝了一碗粥，晚上不吃了。天晚上。首先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，因为以前会吃肉，但是现在就把肉全部给戒了，然后靠吃一些素食，实在想吃肉了就吃一点鸡蛋这样。张默中午吃说不吃，那吃一个鸡蛋吧，卤的鸡蛋，一吃再好吃，实在不行再给我一个鸡蛋行吗？吃了俩鸡蛋。昨天晚上跑我那要水去了，倒一大杯水。他不是说失灵了吗？他那倒一大杯子来。早上喝了一碗粥。中午吃吗？中午不吃。晚上回去再喝一碗粥，真惨。当然会配点泡菜。我来练，我
回家。因为在拍戏中你属于工作状态，你还是比较兴奋的，但是当你回到酒店自己到房间以后，那种饿就让你睡不着觉，所以我就采取了一种不太健康的方法，就是喝酒。我尽量基本上每天晚上把自己喝大了，这样就能睡着觉，也感受不到饿了。从张文丽，从徐帆，从张默，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认真的在减肥。分值一块，工作人员都撤了。其实特别张国立几乎是我到最后我只劝他说你应该吃一点东西，我要不然你胃受不了，整个人身体是会垮掉的。他也会说好我吃，但是他还是控制得非常好。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敬业的人，包括徐帆也是饿得都已经不行了。我怎么才能搞点小米儿回来吃？烦躁的那个心理还要让自己控制，我觉得很不。当然了，创作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是兴奋的，是很注意力很集中的。但是除了创造之外，我除了是自我怜悯，就没剩下别的了。你这个就一个老板，哪儿去哪儿。来，出来这边跟你走走。你还是狗干的啊！换，这不能换。我们每次都很讨厌范伟老师进组，因为范伟老师这个不用减肥。然后范伟老师第一次来就大吃大喝，就发现目光不对，所有人带有仇意的盯着范伟老师。一看我们在啃着黄瓜或者吃着鸡蛋。范伟老师立马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从此以后范伟老师就选我们不在的时候吃饭，自己跑一角落的帐篷里蹲着，哗哗哗哗看有没有人，赶紧把它吃完。我真是我也减不下来，后来我说这怎么办呀？导演说那你肯定减不下来，肯定减不下来那就算了呗，算了，将来咱们在这个肤色上什么处理，就浮肿，算是浮肿吧。另外他的生活境遇还比真正的灾民要强一点。我们比灾民要惨，看见吃的不能吃，完了之后，看到可以做的东西不能做，这个时候的那个心理啊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好。冯导的要求的这种没有表演的表演，让我们意识到，其实你只要瘦，你只要是那个人，就随着越来越瘦，就发现这个戏越来越对，这个感觉就越来越对。导演就是用一个无形的东西来要求我们，因为我们又不可能真是像灾民那样，平时生活中他穿的破衣烂衫，做不到的。但是你可以少口吃的是可以做得到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体验了这种灾民生活。我觉得徐帆、张国立基本都脱相了，瘦的，真是不吃，说走路只打晃，踩棉花似的跟走路，这回春节回家长了2公斤，但是他这个一控制这又下来。昨天中午就喝了一碗粥，到现在就吃了3个鸡蛋。一直吃3个鸡蛋，3个鸡蛋管用啊！我今天鸡蛋也没有吃啊！我苏打饼干要不要？不要。我坚决要在这两天再瘦。我已经今天称已经65了，就是把这几天稍微的浮动了一点，也给全给降下去了。所以，这个为了还原当时这个挨冻受饿的这个过程，所以演员必须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自己，所以你的身体啊，你的头发，演员他都不是自己的，你都是为角色准备的。要不喂点料吧，就我一个鱼能把这鳃拖过去，这是他料，就过了一个鱼，怕是连他都能吃饱。
我记得国立好像有一次是要需要糖，因为他走几个台阶以后就感觉到血糖很低，就头就晕了。过去演戏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老是觉得想给自己加点词儿，想多说一点话。这一次演戏，刘震云都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们都在跟他说这个话多了，这句话多了，因为我们突然意识到，活下去的时候，那种生存状态的时候，说很多话都是没有用的，就是我们会觉得找到了那个人物的真正的状态。这是我特别大的一个收获。那真的是我们心里已经敬佩他们的。其实从主要演员到配角到侧演员，凡是上这个戏的，大家一块儿在一块儿都是比谁瘦了，其实是对他们的体能是有消耗的，你知道吗？是有损伤的。包括在拍的时候那些刮风下雨啊，对他们那个皮肤的，那些演员当然特别的注重自己的这个形象哈。但是在这个戏里边，我是没有感觉到一个演员说因为化丑了，因为自己减瘦显老了提出任何异议，都是在自己很自觉的，是吧？我们倒反而要说，哎呀，你吃一点吧，你要不然明天拍戏拍那么累。我感觉你来了，你牙齿越来越好。如果你没有吃的或者是营养不够了，那身体是怎么来反应呢？首先它反应的是把所有其他不重要器官的养分都给它断掉了，集中这些养分供给最有用的器官。所以为了维持心脏能够跳，那需要养料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人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疲劳，因为肌肉基本上就没有力量了，因为肌肉要动的时候也需要能量嘛，对吧？同时呢，由于营养素的缺乏，会让你整个代谢的功能都出现了异常。随着人的饥饿状态的这个不断的加深呢，可能人的心理和行为就会有一些变化。比如说，它会出现急躁啊这种状态，甚至出现一些狂躁的这种状态啊。然后，另外一个就是抑郁。很多饥荒这个饥饿一段时间以后的人呢，会出现抑郁症。所以对这样一个人群呢，应该是从生理上来理解他的心理状态。他们真的是不吃东西，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也绝对不吃，尽量是就是能控制就控制。那么像徐帆老师就有一回已经饿得不行了，好像国立老师也有饿得不行了，然后有时候身上都又没带吃的，然后我们如果有什么一些甜的东西赶紧给他们。因为确实在那么冷的环境下又长期不吃东西，还要演戏，确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有时候很庆幸我演一贪官不存在减肥的问题，要万一要演一减肥的还没带词儿，我觉得太贵了。哎呀，我暗中自暗暗的这个自喜呀、啊，我不用像你们那么痛苦，我也可以，所以他们见着我特别生气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大家在一个桌子上吃饭，然后有时候叫他们下来，就说哪怕不吃饭，因为冯导演愿意跟他们聊聊天哈、啊，大家聊聊天谈谈工作，不下来很生气，因为是什么呢？说下来以后你菜那么好放在那块儿。他们又不敢吃，因为正在减肥，有时候会很生气，就说你别叫我啊，你叫我干什么？就有点引诱他们俩，其实是想聊天啊。1942乐队，不是一个演员减肥，所有的演员都在减肥。我能进去喝一个吗？好多演员每天在吃这个减肥的那种泻药。
绝不是说对电影的态度，对这个角色的态度，说能够解释这些事情的。我觉得一定是作为人的本性，人的情感，他跟这个角色发生了血肉的兄弟般姐妹般的情谊，我为他我值得，所以他在做出了这些牺牲。而且我发现他们做出这些牺牲的时候，他是心甘情愿，甚至是愉快的。